好，你没注意听。我们今晚没讲工作，一定要讲。去上个厕所，上了厕所之后呢，我去看一下你们里面的餐桌之后呢，好了之后我就带你们一起去吃饭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停车场等一下要去的。我等下想进去这家星巴克看有没有城市杯。我也要。OK。等一下，我也要看他城市杯。你有在收吗？我会想要收，可是我不会特地。啊，对，我的。然后我们上次去和比发的时候，一个杯都没买到。因为就缺货啊，没有货。刚好我都喝。对。我觉得新加坡最贵。你帮我拿着哦，拿这样，拿着就好了，握着，好，拿好。那，你家立马变大。可以走啊，可以走路啦。我以为你要拍的。不是，我是他就是可以走啊，拿这一只就是你可以走动，没有关系。我想说你要拍啊。不是，因为我说我要拉这个拉链，他开的不好。好了，这个脚就拍得很漂亮，这个让我拍下去就好了。哇塞，真的是很像图画的。你们要这样哦，这样子。哇哇，好好吃哦！天哪，好想吃。你看这边，我还是好。然后我四嘛，所以我就做一桌四这样子。好，厕所来往下面走，直走左手边哦。来，直走左手边就厕所，上完厕所再回来这里集合。吴老师，我们就新排在上厕所啦。方便啊，那个。等一下买回那个饭店的。看到今天那个怎么了？尿尿啊？没有啊。Hello， 我来找亲戚嘞。熊吗？是白吉熊跟是黑吉熊。白吉熊，黑吉熊。什么啊？尿尿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里啊。尿尿在这里。嗯，对。我可以叫导游帮我拿去冲一下吗？冲什么？我一粒电池，冲的那粒未记起了。看到我的皮箱里底。那个上不了什么，最厉害是这个。你们在等什么？厕所啊，小时一点，摸那个摸好不要讲了。上厕所啊，上厕所。对啦。
不要讲。看有多热门呢？现在要排队等厕所了。所以当男生都好，马上好。拍两遍，还不错。哎，还挺快的。没有啦，挺快的。别别，不能喜欢穿说的什么。热门景点，热门景点等钟。你好快哦，怎么这样子？把热门景点都给录下来。真的热门。